哦，好难过哦。你难过个屁！你刚才笑人家，好好笑。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不错。各位观众，大家，我是。所以嗨，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的迷因调查系列，还没想到名称。老人与看移民，老人与迷因。那这样我们要等他过很久再看，还是没有？我就是那个老人，你就是那个老人啊。OK OK， 老人与啊，黑鱼的鱼啊。哦，老人与迷因。好，我们有待保留，有待保留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先做一个宣传。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会员专属地狱梗系列，那二月份的已经发了，只要一份鸡排钱70元，大家加入会员就可以每个月看地狱梗，可以看黑熊笑到爆地狱梗，他们没有在忍。对，我们没在冷的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。之后的话，我给自己一个期望是1000个会员，我们就开2部影片，每个月发地狱梗以外，还会再另外一个。我在想海龟汤，因为有很多观众想要敲碗海龟汤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老人与民。这个民是之前我在 FB 上面看到的，我看到当下我就请卓毅去做，我也觉得这很迷耶，真的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为什么小学生会喜欢这东西，我真的不懂，我不懂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的话，叫做蓝色妖姬，哇，这个可屌了，这个。抖音博主叫做皮小浪，对，波浪服。他的影片内容通常是博主自己由于被女友抛弃，看不上自己，于是透过穿搭改造让女友回心转意，然后无法抵御。那蓝色妖姬这个名字是指博主换装变身完的那一身蓝装的造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想象不出来，他一开始是这类型的。我喜欢这个紫色 iPhone 14啊。全版权。小声点，小声点。钱不够怎么办？他的车好吓趴哦！他的车好吓趴哦！后面有尾巴哎、欸。iPhone 十四这么贵啊？哇，哭了哭了。破烂你还卖不卖了？它不是破烂。他是蓝色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猜他会吸引人点是一瞬间变过去的那种，他给大家带来了自信的感觉，因为这不是一般人会这样穿的，所以就会特别感受到那种反差，以至于开始流行起来。然后我们再看，还有另外一个，你能模仿哥的动作，但是哥的气质你模仿不来。妖姬你不爱，非要在渣男身上找存在。有押韵哎，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什么？这男的是男扮女装，然后跟他会把脚拉长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会戳到我笑点。我们本来是因为这个在笑。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全部就是佛。你知道吗？大家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流行起来的原因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。我是觉得是因为这样，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种反差，就跟他说的一样，气质的部分，那是一种感觉。我能比较理解的是，好像他刚刚讲那个，有时候会造成流行，而且又有押韵，所以特别会容易让别人记在心里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反差很无厘头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，我操。三小，然后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我觉得是这样。刚刚大家看的就是女友系列，其实前面也有这样跟女友的一个系列，然后是一个连载，然后在抖音上有自己的合集，总共有15集。刚刚那句什么“蓝色妖姬你不爱，非要在渣男身上找存在”，这句话真的好屌，真的很屌哎！而且把蓝色妖姬换成任何字都可以。哇，好多哦，真的很多哎。那是男的吧？靠腰，这也是男的吧？这个是最有名的一个系列。没有啦，他是在那个啦。大家可以哭得很丑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好像有一点懂。那个屁股，那个屁股，那个屁股。不要看我。为什么拿公事包啦？扛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他拿公事包，后面刚刚那个是电脑。啊？然后这是公事包。我不懂，我不懂。蓝色妖姬你不爱，你不爱。非要在渣男身上找存在。我们在找第14集，第15集。他每一个很短哎、欸。你是不是抖音吗？
他朋友也很配合他、欸。网络中你是貌美如花，现实中你是臭鱼烂虾。他好会用那种，他讲完还哭哎、欸，对啊，他还哭哎、欸。我知道失恋要走出来这样，然后变成红色，然后还变。变得红色是三峡，还有黑色，为什么我不懂？一色版一色，他怎么这么多这个衣服？那个屁股，那个鞋子超尖的。他们又看我们烦呢、欸，不要啦，不要转头啦，不要转头，不要那个屁股，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屁股，大家都是被那个屁股吸引。好魔性的屁股，好魔性哦、喔。三十什么？我看15，他回来找我复合，我们分手吧，难过哭。他要去那个，哦，原来是他，原来也是那个男的，那个男扮女装的人，趁早放手。好啦，趁早放手是好事。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他影片蛮好看的。你喜欢这种干片吗？很好笑哎、欸。不要走。他的标题是“跑了再快的蓝色妖姬”。也追不上坐上好车的小妹，哦，好难过哦！你难过个屁！你刚刚笑人家，好好笑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不错。这男的好丑，看蓝色妖姬在路边，蓝色妖姬变得很像一个英雄的名字，哎。我觉得他很有才，我觉得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红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好，三小，他剪石头，这不是那个男扮女装那一个朋友吗？他性转回来了，啊，他打他巴掌，我也要打凯洛巴掌。对，他走路都是这样走的。他走路就是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妖姬感。对，台步要走出来。凯洛感。这个我有看过，我有看过类似的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可以，很帅，对不对？真的。但是两个都是他吗？是吧？一个是他朋友吧。那他朋友是很配合的。好冷的，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么要红起来。哦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切尔西迷因。对，切尔西是一种靴子的款式，以前英国马术活动用的时候穿的款，穿在蓝色妖姬脚下就是金色切尔西，除了是时尚穿搭之外，更被视为不可玷污的象征。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你不能踩我切尔西。可是后来网友在博主的影片里吐槽说，他穿的鞋子其实也不是切尔西，是蒙克才对。所以他的不是吗？我刚笑有点累。笑笑。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你不能踩我的切尔西。他的声音蛮好听的。然后再变成看你脸三笑。这应该是最红的那个影片。有这个我有看过。看一下留言，所以他这个鞋子是不是一天不看难受，看难受一天，好酷哦！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。蓝色妖姬嘛，红色风暴之类的，其实还有其他的这种黄色预警，是不是？哦，好精哦！天哪！啊，这是别人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小心哦。Green light。哦，他喷太多是不是？看你啊。好 ，OK，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。那你的话，你会是什么？我头好痛。黑色黑鱼。我黑色胖子，赶紧来。服务员，这个薯条太长了，你帮我弄短一点吧。是怎么这么多？好啊，好啊。我喜欢他这一个，我懂了，他就用了一个极为浮夸的方式来呈现出来，然后做一个反差。我觉得这部影片拍的蛮好的，他什么绿色毒刺。你醒醒，你还没开始播哎、欸！笑，天哪、啊，他还没开始播哎、欸！你真的在流眼泪。他头上那一个，大声一点。
green light。男人成熟不一定是一个好女人，但是女人觉醒了，一定是一个坏男人。哇，你看那个的表情，实在是太有自信了。我好像懂这个戏为什么会红了。可是我比较喜欢绿色毒刺。我也喜欢绿色毒刺，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很可爱，而且你看他的眼神很有神韵哎，你看他表情很有戏哎，他这部影片的这几秒不知道换了几个表情哎。除了这些，其实还有什么粉色啦、粉色蔷薇、白色风暴很多，布拉布拉一堆，就大家流行起来了，就战队的感觉。一样有跟被太假，有人也把蓝色妖精拿来恶搞玩梗。来来来，我最喜欢这个系列了。很像小菜，好快哦，他脚好快，哇哇哇，无违和无违和，哇，我让你们，我扛着行李箱跑，看这个眼神多么有自信，我感觉看完了我更有自信了，哦，而且不知不觉我们就看这影片又看了一次了，对，好可怕。为什么是阿妮呀？看哪里？真小啊！阿妮呀被推倒了，真小！哇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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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呀，好快，好快！没有声音吗？有有有，没有，比较小一点。这次我一定要赢！哦，有残影，有残影。那怎么换个跑道了？而且还有人在帮他播报。看他赢了，我们恭喜，我们恭喜。三小，以上就是蓝色妖姬的迷因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我相信这应该蛮流行的吧，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了。我喜欢绿色毒刺，我投绿色毒刺一票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跟订阅喜欢，继续支持我，按照我分享，追踪 subscribe。每周六日下午一定会更新有新片在黑羽陪玩，祝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